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观破阵。今天的爱普啊，智源，强吧？你看这两档都是我手中重压的股票。为什么敢玩重压？就比如说，为什么你敢玩重机？到底是一样哦？骑重机的感觉跟骑小绵羊感觉是不一样哦。骑重机还要懂得打档，还要懂得压车，对不对？还要懂得过弯。小绵羊也是需要点技巧的哦，但是跟玩重机比起来啊，玩重机的技术还是比较高一点啊，哦、所以你要知道，懂得敢玩重压的，那肯定这股票都是要精挑细选的。那这边也恭喜所有有买进爱普啦、智源的这些粉丝们啊、哦，即使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我也恭喜你大赚啦。好、哦，那当然今天的利基博智也不错，好、哦、像这个利基博智都是我们在这个粉丝专页上面呢。好，都是公开分享的股票。来，你看，博智是11月5号分享的，哦，到今天为止，博智的表现啊，洗白卖了，哦。那么呢，智源是我们在10月8号，好、哦，赵老师在粉丝专页上面分享的第一档股票。那爱普就不用讲了，爱普是直接在节目上都公开了，10月24号吧，我还记得，好、哦，就直接公开分享。我当初就点名了，好、哦，在我的布局里面来讲，有些股票我会比较着重，好、哦，我会比较买的比较比例比较高一点。那为什么？那当然是有原因在的啦。所以说这几天呢，我会开始在跟在整个选后吧，哦，反正是两天了嘛，哈、哦，选后之后呢，我会开始着重在法人做账的一些个股上面。所以这样子的股票一旦被法人给锁定的话，那当然这样子的股票，哦，肯定要重压的，哦，要重压的。好，那利基我们昨天做当冲了，好，那今天利基也不错，好，今天一样持续做当冲，好，今天已经把它冲掉了，好，刚刚已经到刚好到我的价格，好，下午再来讲好了，好，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昨天续强的这个金刚今天稍微休息了一下了，哎，不意外了，这种小型股就是这样了，好，不过呢，扎扎实实的喷出两只涨停板也是蛮爽的，好，那它今天为什么会震荡呢？最主要是在于说它遇到前面的压力，就我的判断了。我觉得稍微整理一下还是要攻的啦，所以说今天呢压回的时候，我还是一样带领会员低阶，空手的还是可以买，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操作，简单的讲带过就好了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大盘，再来聊一下个股的部分，今天大盘呢是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，那目前预估量有1900，但是 我的判断不太可能那么多了，不太可能那么多。那前两天的银行股大家发现很强，好，那还有台积电，所以我是不是节目上有跟他提到，我说目前啊整个盘面上来看的话，好，是以撑指数为主了，好，倒是以撑指数为主。那撑指数那当然啦，就可以知道就是说，那为什么他们要去拱台积电，一定起来有志嘛，一定有原因的嘛，因为我是希望把指数拉过去嘛。哦、那为什么我要买银行股？因为关股嘛，对不对？我控制关银行股，银行股你看每档动辄股本都，你看 也都是动辄千亿，你看那个国泰金1316亿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呢再加一档开发金，这两只加起来刚好是一只台积电的全子啊，所以我只要把这两只的股票稍微动一下，其实它的效果跟拉一只台积电的效果是一样，可是股价差一个零啊，所以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为什么要拉银行股，为什么要拉台积电？其实说穿了，就是为了要攻指数，当然是希望营造选前一副就是要攻15000点的这个，我们不能说假象了，好，要说攻上15000点的龙井，这我可以接受了。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那对于不买全指股的人来讲的话，啊，我这么讲不对了哈，那对于想买台积电的人来讲，现在也陷入很尴尬了。我370块没买，300、400不买，450不买，要求现在500，硬生生比人家贵了一张，贵了十几万，你说有多少人现在台积电敲了下去？这个情形就好比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做爱普好不好？反正还没到我的目标价，你现在敢买200亿的人，我问你有几个人举个手？反正我看不到你嘛，你自己在家里看电视嘛，不然就看手机嘛，你自己扪心自问，现在210块还敢买的人举个手，把它列为你的持股哦，因为就我的判断，爱普的目标价还没到。我这么讲好了啦，敢买的人一定不多了啦。我139、140叫人家买，就没有什么人敢买。你说现在210谁要买啊？
同理可证嘛。现在还敢买170的智元的人，自己也举个手。相对的嘛，那你觉得智元涨完了吗？所以我今天透过爱普跟智元，我只是要跟大家传达一个概念。今天周老师敢玩重压，我敢重压某些股票，一个前提，什么前提？很简单，我绝对不会是在大涨完之后才去告诉你重压的。记不记得这张图？10月24号公开的，我这边写的四个字：严重超跌。下面有个严重超跌，意思就是说，以它的获利比跟它的股价比来讲的话，是不成正比的。所以我个人判断，严重超跌了，已经跌过头了。那你看哦，这种严重超跌被修理的股票，当然了，你可能觉得说，可是照艾普又不是这一波 IC 设计里面最强的。我前两天我有跟他解释过了，我也可以去买创意啊，我也可以买力旺啊。对不对？反正我买一些你们买不起的股票，涨上去我一样可以说我的绩效，我还是可以把它灌成我的战绩嘛。问题是你买不起，回完买不起有好吗？你觉得这样的call讯发出去有意义吗？我相信以我当初call爱好了，也许你会觉得老师爱普一百多还是很贵。哎，别忘记这个爱普，人家当初是一只几百块的股票啊，900块的股票啊，现在打两折卖给你，安尼老贵。10月26号，139、140块少量卡位，艾普压的漂不漂亮？我相信我艾普这一波能大赚，不管是波段或者当冲，好，就是说价差了，我们不一定当冲了，有时候是做价差。我相信这一波来讲，没有人，我不能说我是最好的，不行啦，阿内熊会碰轰，哦，搞不好会被请去喝咖啡，我只能说。我相信以我的操作来讲，是很难有人可以超越我的了。那为什么我有办法这样子做？你看，光10月27号，你说这基本单不管哦，从10月27号到11月9号，你看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笔爱普全部做当冲，套利62块。11月10号这两笔做隔日冲，哦，就跟今天一样，我昨天有买嘛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像我刚刚讲的嘛，200块爱普今麦上阿贝嘞，我看大概只有我敢买而已。昨天11月23号告诉会员199200买进，虽然稍微小压回，收盘是在199。好，这是昨天的 call 讯哦。好，这是昨天的 call 讯哦。好，这是昨天。哎呦，印错了，没关系。这是今天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做隔日冲，今天200一出掉了，赚几万块。哎，爱普还是很强，你看最高来到214，但是我们这边把它先平掉，先赚个价差。你看，涨没给那边够赚几万块。这么是隔日冲啊，这就是我擅长的。到从什么？我只跟他强调，就是说今天，哦，你来找我，你图的是什么？你说我不懂波段吗？那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波段的单到现在还在？你说周老师啊，周老师只会做当冲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昨天买的，今天卖他做隔日冲，这哪叫？这不叫当冲吧？你看这边也是做隔日冲啊，你看光这边一笔两笔啊，这笔流仓，你看这笔188、189到现在还在哦。还没出哦，我们爱普还没出清哦，只做价差没有出清哦。好，那你看上个星期五当中这一笔赚7块，不多嘛哈。你看光这边加起来30块的价差，这边62块。如果把今天这一笔当中价差平掉，你看这边要再加11块了，这边再加10块钱。你看光爱普哈，这样子加起来价差已经超过100块了，都还不含包括我波段目前账上的获利未实现的获利。你说，有的老师会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来大赚一倍。”所谓的大赚一倍，是指50块赚到100块，就叫大赚一倍。但是你跟着周老师不需要，我们连同价差算进去，你看我们爱普也大赚一倍啦，不需要股价大转大涨一倍，大家懂意思吗？你连同价差当中这些哈哈呗嘎嘎哎，我还讲，跟着我做爱普早就获利超过一倍啦，我还需要等到爱普翻一倍吗？哎。137翻一倍要翻到多少？要翻到284哎！哎，冰刚能八倍的行，能八倍的行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哎，在这里哎，在前高这里哎。好了，也许假以时日，爱普真的有机会翻一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等到他翻一倍的时候，我已经赚2倍啦，是不是赚的更多？
大家懂那个概念了吧？智源也是啊，所以你要知道说，当初我点名的，我投票，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之前在十月初，哎，不对，讲错了，大概在十月二十号以后的节目里面，你们可以去看。好，反正我们所有的袋子都没有拿掉嘛，讲错也让你们看了，无所谓啊，对不对？我不像有些老师讲错了，哎，赶快把那 YouTube 那个下掉，更小，更提掉，因为讲错了嘛。买到股票啊，一直跌，给你提掉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周红的 YT 的影片，没有一天下架的，只有没有录的。好，有时候我记得前阵子我那时候打完疫苗很不舒服，有一天我下午没有录，还有一天回南部，然后上礼拜去有事出去，那天没有录。除了这种情况之下，基本上我每天的影片都在。那不是下掉，是因为那天我没有录哦。但是早上有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相信今天以我的操作来讲的话，我不要说像螃蟹横着走，那行蛤蟆了哈。但是我觉得，从我在节目上所公开所讲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不能说我讲的每一件事情，我讲的每档股票一定都是对的，都是最强的。但是我相信印证到目前为止，我给大家的观念，我给大家的方向都是对的。你说我卖掉一些电子股去压传产股，压什么东哥啦、游艇去压金刚股有没有错？我有没错啊？是不是压过去哇赚得更快？那你说我把一些已经获利的股票再压些像去买利基啦，这些买博智有没有错？也没有错啊，这些本来都是我选中的股票嘛。所以看到今天艾普的续强，然后呢，智源的续强。当然我不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哇，我敢重压什么股票，哇，不是的。但是呢，我这边还是要告诉大家，选后还是要玩重压，就看你压什么股票，怎么压，比例多高，比例多重。那为什么要重压？因为法人要做账，年底了。你看今天11月24号了。选完之后，下个礼拜一上班都已经十一月底了。你觉得法人还有多少时间给你磨蹭啊？去给你磨倒呼啊？慢慢那磨，赶进度啊！所以我的推测啦，我这么讲好，我的推测啦，今年年底啦，法人的做账可能会用比较赶压，会可能用比较激烈的手段，好来赶快完成这个事情。现在关键就在于说，那法人大概会压什么股票？这个就是重点了，因为现在很多股票都脱离底部区了，大家懂吗？你说现在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十月份，你说周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再带我去买120块的智源？我跟你讲啦，智源真的跌到120块，还真的不能买。假设现在要跌下去就惨了，你信不信智源再跌回120，大盘大概只剩10000点了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。现在还能够在底部的股票，而且还要确定它会涨，这样子的股票非常的难能可贵，真的非常的难能可贵。我这两天在选股嘛，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在给我粉丝留言说，周老师什么时候再来一个金刚第二啦、金刚第三啦、我都跟他讲说很难了，真的很难了，因为很多好的股票其实慢慢已经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去思考的就是说，是哪一些个股，它会有所谓的续航的力道？简单的讲的白一点，有没有办法再走出那个主升段的这个什么？这个主升段的这个行情？那么这样子的股票，即使它脱离底部区，但是后面还有大行情，这种股票就可以压。可能你们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打个比方好了，来，我这边抓一只来看哈，我们就以艾普来讲好了。假设艾普从137涨到目前的最高点，好了，我随便估个价好了啦。假设涨到前面的高点，这边为初升段，在这边进行整理完之后呢，这边是左肩，这边是右肩之后喷出走一个主升段，那有没有可能攻到前面的高点，看到300多？这个情形都不一样，就分析的方式就不一样了。
但是不管怎么讲，这里绝对是出生段，大家懂吗？所以它二的拉回整理会多久，这是要观察。所以我一定会选择在这个附近减码爱普，甚至于出清都有可能，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整理多久。那如果不整理最好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整理的话就跟它硬拼了。所以我刚不是有讲吗？今天还敢买200亿的那个爱普的人，你可以自己摸摸你的良心。我现在买200亿，我图的是什么？难道看到300吗？还是看到400？就像当初有人买200块的长荣看400，到底是一样嘛？但是别忘记了，长荣这边毕竟是一个相对的高档嘛。所以你敢买200的人看400，有点夸张。你说我买100看200还说得通，我说我买50看100还说得通，因为那时候刚在底部起涨。可是你说买200看400的人，有点比较不合理的啦。相对的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今天假设啊，以爱普来讲，底部完成，出生段完成，即将要进入主升段的架构的话，那么你说你现在买在200块，你看到300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合理耶。关键要确定后面的行情有办法推升爱普在涨，那么去压这一把才有意义。好，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。好，这是另外的话题了。好，总之啊，好，看到自己的股票很强，强很强，当然很开心，也恭喜所有有买进爱普跟智源的投资朋友，很多人有买哦。即使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我也恭喜你啊。好，那当然，利基博士是我们后面比较加入的，好，才后面才开始切入的，不像智源爱普买的比较早。好，但是今天表现也不错，好，都还不错。好，但是我也是建议大家了，像博士这种股票哈。它面临到前面的套牢区，一定会有震荡。我建议你们有赚还是先出啦。好，致远也差不多了。好，致远也差不多了。好，所以接下来的布局重点，我不妨跟老师跟大家讲好了。我接下来的布局重点绝对不是你看到这些股票。我接下来要重要要布局的重点在这里。等一下来告诉你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股票会被我选中，而且还要玩重压的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庆祝长隆保固周老师本破蛋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今天入会全面168，感恩大回馈。今天入会全面168，感恩大回馈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刷线名额27525868，27525868。陈东董顾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敢玩重压，绝对不是涨多了才给你玩重压了。好，敢玩重压的股票呢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在市场都还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呢，先比别人早卡位，等它的发动的时候呢，再来做加码。做法就跟爱普跟智源一模一样。打个比方，好，今天11月24号嘛，我现在跟他聊第一档，这档个股。目前还是法人的最爱啦，我只能讲是投信法人的最爱。你看他最近其实没什么动，对不对？不意外，因为像这种股票最近压着，就是因为他人家等着选后才要开始做账嘛。好，那为什么这种股票可以重压？第一个，股价不高，虽然我先跟他讲一下，都在100块以内了，好，100块。好，前三季已经赚了5.18，好，然后呢，受惠平宽基础建设升级的趋势呢，前三季的获利已经超越去年。我这么讲好了，也许它的获利并不是说在电子股里面算很耀眼，但是你要知道哦，就冲着它前三季的获利已经超越去年，股价还没有什么表现。这种股票如果真的啦，我讲难听一点，要包装也很好包装。
再加上法人的持股也高，所以我相信法人买了那么多也没有卖，表示他们现在在什么逢低吃嘛，在逢低卡位，等到这个选后，说不定我跟你讲时来运转，股票都上去了，所以呢，这也会是我接下来重压的个股之一。当我把什么博智啦，那一些股票出一出之后，我就会慢慢把资金转过来，像这样子的个股，这100块不到啊，你看这个底部形态多漂亮啊！好，再来一档，很像哦，这两只长得好像哦。我如果不讲，你们以为是同一只哦。好，但是基本面不太一样了，都是电子股，都是电子股。好，这档也是一样，你看哦，前三季赚了 6.06， 哎呦，比刚刚那一档多，但是这档的股价比刚刚那一档低。严格讲起来，这一支有点股价偏低啦，有点股价偏低，因为以它的目前的股价对应现在的获利来讲，有点偏低啦。那这一档的个股有个优点，就是它筹码很稳定，你看打下来的过程中也没有舍得卖了，所以它的筹码还算蛮集中的。那十月份的营收最夸张，你看大爆发哦，这边少打一个月，十月营收大爆发，年增299%，几乎300%呢。那当然啦，因为上半年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吗？这个上海封控嘛，人也进不去，货也出不来，工厂都是停滞的，所以导致晶片的这个销售也不好。所以你看为什么连 Toyota 都没晶片了？两把晶片钥匙先给你一把，等到过阵子有晶片再给你，表示说晶片是缺的嘛，是缺的嘛。那因为现在慢慢随着这个全球都慢慢解封嘛，很多这个不管是用货海运送，或用空运去送，其实慢慢都已经慢慢畅通。现在就是产能的问题了哈。所以你看哦，在整个晶片供应回复的情况之下，十月份大营收大爆发，将近3倍。虽然它股价没有立刻反应你看它这个大爆发，虽然股价没有立刻反应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酝酿。这个情形就很像当初我们在压智元跟压爱普的时候啊，明明智元营收是创新高的，为什么它就是在底下拢袂顶袂当？对不对？他公布他九月份的营收，这些都是成长的啊，那怎么股价还在跌？结果你看，然后公布完之后，啪 ，kill。好，你看这个行情一来就是 kill 啊。所以我要跟他讲，就是说，其实股票市场里面会所谓的分一军二军啊，像智元啊、爱普这一种，它比较算是一军，算先锋部队。可是要把指数，要把大盘的指数推向另外一个高峰，不能只靠原本的先锋部队。这一些遗珠之恨，什么叫遗珠之恨？肝胆共，我赚的比智元多，为什么我股价不会动？我也赚的比他好，为什么我股价不会动？这个时候市场就会出现所谓的比价效应。怎么比？当然没有个标准啦。我们不能说，哎呦，你赚10块，股价20倍是200块。股票市场没有这么标准的这种衡量股价的标准啦。但是比价的效应会怎么比呢？比幅度。比如说你起5%，我起3%，我还塞不？可不可以？你那涨5%了，让我涨个3%，可不可以？这就是重点了。每当股票压下去赚个3-4%，就像爱普一样，我们这样已经赚1倍。投资朋友啊，18000亏了都回来了。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重大的重点。先跟大家预告，有兴趣的投资朋友赶紧跟上朱老师的脚步。我觉得你们错过了爱普，错过了智元，也不用怨恨。我们把操作的中心摆在选后，跟上朱老师脚步，这些我选择较重要的个股，好好把握。全面168大感恩，好，好好把握。有任何不了解、不清楚的地方，都欢迎你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进行联系了。那当然，你有一些个股的问题，你想要问我的、要交流的、给建议的，也都非常欢迎你，加入朱老师的粉丝专页。那今天上午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，那其他操作的部分，我们留着下午再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好了。节目最后预祝所有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我们下午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